Buzz, Phineas, and Ferb are gonna do it all. So stick with us, cause Phineas and Ferb are gonna do it all.作为一个正值发育期的青少年，我是飞哥与小佛超级粉丝，甚至喜欢这个节目到无法自拔的地步。当我意识到的时候，我已经在网络上大量寻找飞哥与小佛资讯。那时我注意到了一个遗失的剧本，飞哥的自杀。虽然感到害怕，但我还是将它看完了。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剧本，然而这也没能抹杀我对他的喜爱。不久后，我看到一个叫做飞哥与小佛遗失的篇章的剧本，它并不是很恐怖，就是有些怪怪的，但我也没有太在意，只是继续期待着下一集。两天后我又有了收获，飞哥与小佛改变了。相比前两集，这集就比较普通，可是我的好奇心却涌了起来。在上网查维基百科后，我看到飞哥与小佛集数列表，奇怪事情发生了。有一节标题叫做，虽然用英文拼音，但它显然不是英文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集特别用别的语言标示，或许是因为这个节目是国际性的。它是第47集，导演是一个叫 Zach Moncrief 的人，他也曾经导演过其他卡通，像是我尖叫你尖叫，这是一个泥世界，以及把忙碌留给我们。这些卡通都没有在迪士尼频道播映，当然那一世的第47集也没有在频道播出。它的制作代码很奇怪，一般来说制作代码通常介于101到126之间，字母则是 AN 或 B， 而它则是-999S。 更奇怪的是，当我点进飞龟小佛第一季的页面列表时，第47集如拼凑般的出现在列表中，它叫做……然而当我回到上一页，那个 Finasu to Fable 就消失了。无论如何，我使用了任何在我能力范围内的工具，最终也只能得知它没有在迪士尼频道播出过，仅此而已。直到我找到一个部落格，他的使用者名是莎拉94，在其中一篇文章中述说他曾经看过这集。文章里说着，我吓坏了，为什么你们会播放这集？终于真的有人看过他，于是我开始和他私讯，希望他能告诉我真正的剧情，但他一直躲避着回复，直到最后他才愿意和我说，原来 Finasu to Fable 是日文，但真正的意思不明。他从来没有看过全部情节，但有部分也好。我记录了我们交谈的内容，这不是很好描述。我在迪士尼频道看到了这个标题，当我打开它并看一些商业广告后，它开始了。电视里显示一个家庭在客机上的画面，我认为这是关于夏威夷的剧情，因为从想象画面上看来是要去夏威夷。这部片只有音乐，没有其他的声音。是的，就只有音乐而已。画面非常灰暗，品质似乎不太好。后来飞机里面着火了，而后电视上出现全家人尸体，当然还有其他家庭的。飞机继续燃烧，音乐停止了，
取而代之是尖叫声和微弱呼救声。画面转到驾驶舱，飞行员已经死了，操控飞机的方向盘恣意地摆动着。接着可以看到越来越近的地面，荧幕变黑，然后听到飞机失事的叫声和呼救声。画面转到一只被严重烧伤的手，原来这是从飞机上掉下来残缺不全的尸块。画面又转黑了，大量外文出现在荧幕上。我非常震惊，他们怎么能对《飞蛾与小佛》这种类型的卡通制作出这样的情节？我坚持看下去。下一个镜头出现了，小佛手里拿着一把刀，他脸占据整个画面。这待持续了10秒，我以为自己陷入一个永远不会醒来的噩梦。他悄悄地走向飞蛾床，早已猜想到会发生什么的我闭上了双眼。接着是一些摇滚歌曲，并且十分暴力。当我睁开眼睛，刚好看到小佛走进凯蒂斯的房间。凯蒂斯正在讲电话，直到他转过身看到小佛时，已经太晚了。我想闭上眼睛，但我想要证实自己所想的是不是真的。是的，他的胸口被刺中，而后小佛举起刀砍向凯蒂斯的脖子，他基本快把凯蒂斯的头砍下来了。下一幕，小佛回到自己的房间，他把充满血的刀放在自己的床上，然后在床底下找到手枪，嘴里哼着一首轻快抒情歌。接下来是父母，父母醒了之后，子弹无情穿过他们的嘴。最后小佛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在那里可以看到飞哥那满身是血尸体。在画面转黑之前，播放着卡通唯一一首抒情歌曲。你能感受到我痛苦吗？我关掉电视，再也看不下去了。我再也看不下去任何关于飞哥与小佛的卡通。对话就在这边结束了。我依然用尽全力搜寻着，但没有，我找不到。或许那女孩疯了，或许她在说谎，但我确信自己在维基百科上短暂看过她。这意味着我也疯了。或许吧，那女孩想说谎吸引注意力，我也只是想象力过于旺盛罢了。或许整个故事都骗人的，是吧？影片已经结束咯，艾德每周都会分享各种都市传说的故事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不妨按下喜欢并分享出去。不想错过任何影片，那订阅艾德并开小铃铛吧。我是艾德 AD， 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